家好，我是港马之王 Serica。 3月17日沙田入赛，不单止会举行多项刺激的赛事，还会上演两大本地一级赛，宝马香港大比大赛和女王银禧纪念杯，配额更强劲，一于出动 Race Simulator 预测深水场次啦。我和大家分享的是第八场宝马香港大比大赛，这场赛事是一年一度的马坛盛事，参战马众星云集，尤其是高柏新马房的獅子為王、大運財和連利多，他們都被視為有力問鼎寶座的參戰馬。論能力和狀態評級，一號馬獅子為王都是全場數一數二，加上排第三檔起步，形勢相當有利。不知 Race Simulator 怎樣看這場賽事呢？即刻看看2013年打比大賽準備廿呢步嘅时候啊，自由式应声弹出啊！我系当大运财都快噶，中档华美之星连利多都喺前面嚟，内栏仲有安享同埋经济达人啊！事事为王，总统之光、魅力之己就喺中游位置嚟嘅，再跟住仲有军功啊、圣歌儿啊、替天行道啦，喺尾嗰对暂时就最必胜同埋金秋啊！开始转银禧湾啦，步速好慢啫，自由式大运财一对拍就喺前面慢放啊！华美之星连利多守住三四位啦，魅力之己一直都埋唔到栏嘅，顶咗出去外碟嘅第五位啊！内栏仲有安享经济达人啊，事事为王总统之光呢对就好定嘅啫，但系喺八九位左右，大家都揿住尾骑嘅。圣歌儿最必胜一对半同主马咧就尾三尾二啦，包紧尾仲系金秋啊，入到嚟最后直路啦。前面大运财越过咗自由式率先出头咯，华美之星连利多魅力之己即刻骑上嚟逼佢哋啊！事事为王开内档冲紧上嚟，外档上紧嚟仲有总统之光啊、经济达人啊，最后二百米啦，前面大运财仲有成两个马位优势噶，魅力之己外档赶过埋华美之星上到第二噶啦。连利多冲嗰段咦好似冇乜，反而事事为王喺外档越冲越劲嘅，总统之光亦都喺外档如飞杀上啊！咦前面大运财呢个时候开始慢车咯，但系唔紧要啊，因为冲上嚟最劲嗰匹系同主马嘅事事为王啊！过终点事事为王胜出今届香港打比，大运财第二，魅力之己第三，总统之光姗姗来迟后上跑第四嘅，同主马包办打比连赢，真系罕见啊 ！Race Simulator 嘅形势分析就好详尽啦。跟住落嚟，大家不如参考埋我嘅意见啦，同头先有少少唔同噶。獅子為王、大運財喺預演包辦連贏，似乎係幾正路嘅賽果。但係呢個係慢步速形勢下產生。如果臨場步速快嘅話，會唔會令整個戰局完全改寫呢？今場賽事七號馬華美之星曾經喺1600米香港經典一里賽採取高速前領跑法，假如佢今次重施故技，效果又係點呢？另外五号马总统之光上次虽然在1800米的香港经典杯屈居四号马魅力之己之后跑第二，但是那场他沿途意外重重，如果不是际遇那么差的话，他和魅力之己的距离应该更加接近，所以我假设他的能力评级与魅力之己一样，而以总统之光上场的表现，他现时的状态应该是高峰。即刻再看看，记住留意埋总统之光嘅表现啊！2013年打比大赛准备廿呢步嘅时候啊，自由式华美之星应声弹出噶，外档大运财都快嘅，中档连利多、内栏安享、经济达人都喺前面，事事为王，总统之光、魅力之己就喺中游位置嚟，再跟住仲有军功啊、圣歌儿同埋替天行道啦，喺尾嗰对暂时就最必胜同埋金秋啊，开始转银禧湾啦，步速正常嘅，华美之星贴栏带出半个马位啊，自由式喺外档拍住佢，贴栏第三靓晒位嗰匹就大运财嚟嘅，连利多贴栏第四都靓位噶，外档上紧嚟有总统之光嘅魅力之己啦。跟住仲有安享经济达人，事事为王拍住军功好定下嘅啫，仲未骑嘅。然之后仲有圣歌儿金秋呢一对啊，包紧你就替天行道同埋最必胜一对大魔嘅马。入队之后直路啦，带头仲系华美之星啊，大运财自由式一齐骑上嚟拍住佢咯。我当总统之光啊，魅力之己都杀到上嚟噶啦。中档骑紧上嚟有连利多啦，事事为王抄出外档上啦，不过仲系输好远嘅。最后二百米啦，前面大运财越过咗华美之星率先出头啊，我当总统之光已经杀到上嚟第二位，几打咬住佢唔放，魅力之极都喺外档冲得好劲嘅，华美之星啊自由式骑耐都冇噶啦，事事为王而家先摊得着啊，前面大运财仲有些少优势嘅，但外档总统之光冲得好劲啊，两匹马斗到平牌嘅时候，短兵相接之下，总统之光后劲睇嚟强啲啊，过终点总统之光胜出今届香港打比，大运财第二，魅力之极第三，金秋后上第四啊。原来步速嘅变化可以令到整场赛事嘅形势完全逆转，大家记住唔好睇漏总统之光啊！
晒以上嘅分析，大家系咪都心喐喐咧？一于登入以下呢一个网址，又或者透过呢个 QR code 免费下载 Race Simulator， 然后调校你嘅心水数据，预测赛果啦。